我叫顾边，今年满22岁了，在我还很小的时间就得了一种病气，说个不该说的话呢。我觉着我妈昏了头了，她既然要给我说媳妇儿，这就是刘金才的孙女子儿媳。要是早知道，我就不跟阿邪去他娘家了，把我差一点气死不说，还把阿邪差一点给吓死。我们俩都要领结婚证了，你说我们俩啥关系啊？低保低保没有少，媳妇媳妇跑掉了，跑得好啊，赶紧跑，我等啥呢？有个啥等他？阿西啊，在这事情上应该是我对不住你。问说我这个病可能会遗传你。谁说的上呢？